哇，你们在干嘛？在做专题呀、啊，就让我们一起开始吧。遇到好的组员，也很感谢老师们对我们的指导。虽然过程中有过不开心的时候，但谈心过后，大家都会互相理解。在我们这组能感受到团队合作的魅力，看到我们的专题从零到有，真的特别有成就感。虽然专题制作的过程是极其复杂又考验耐心的事，但在这个过程中却也有效地帮助我们进行系统性的逻辑思考，提升执行事务的细心程度以及遇到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。经过无数个晚上的讨论和无数次的产品研发以及老师的指导，才有现在的我们。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，就会为自己和组员感到佩服而感叹合作的重要性。谢谢一路上帮助我们的老师与同学，谢谢大家。制作专题的过程中，可以体验到团队合作的重要，一个人是做不出来的。在这之中也经历过档案不见，辛苦一整天的心血白费，只能从头来过。专题也让我深刻体会到熟悉电脑格式制作的重要性。谢谢组员们的合作，让我们的专题更完美。也谢谢指导老师们，总是在我们遇到困难时帮助了我们许多。我们也从评审给的建议中学到很多，会更加的改进。谢谢大家。